在下有礼了，听闻六道传人在此，特来拜见。不错不错，兄台行事果然有青翼前辈之风。在下温天人，家师正是六道祖师，不知兄台何时入的青翼前辈门下？啊，倒是让六道传人见笑了。家师本就是小生家中的长辈，家中实在是人丁不旺，这200年来只有寥寥几人可以修行。承蒙家师怜惜，给了不少丹药法宝，这才侥幸得以结丹。这不，此行在下刚为师尊寻药归来，着急赶。